sama seperti tadi lewat wajah balai, bagi dengan seperti kata. 就好比一场梦，这个梦真的是实现了。阿门。阿门。那那我们什么个比梦可是个，有一次他差不多给我们小搞忘。这个梦就是想起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啊，那我那个，那那么厉害的啦，给多了不少的。Musa cum Musa sambil lehai pun imongan mereka, awak ada tahu ke cokai dan nanti so biar nak ada dah hasil ke hormon asap steam asap. Oh, dia buat satu mimpi, iaitu bahawa, macam banyak banyak orang nak pergi ke gereja, nak pergi, iaitu nak pergi ke tempat ini. Di tempat ini, macam mana di gunung. Lalu, kalau sekolah itu kita sekolah, kita tahu siapa yang kerjaan dia, untuk sekolah imas lah.妈妈是来牧师。虽然我刚刚讲的是梦，是真正的故事啊。当他们说走到山下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就男士就跑到我们的正前方来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不多啊，有一在那路现在过路啊，十月三十一路可慢点了。他就倒了一杯汽水。要让我喝，他就开始说了这样的话。萨杜上他们讲啊，我的名字叫萨杜了。他的原住民名字叫萨杜。西木干尼拉嘛，阿那西木西乌萨勒海干尼拉，有好多个啊，我们的西尼玛们的个伊万尼玛西达阿那西乌萨勒，西乌萨勒海我们南米尤那上他们讲。啊，这个人就告诉我说，就算是你们很勤劳的去上主日。主日崇拜去做礼拜，可是你们缺乏的爱没有用的。我说了，我那个我媳妇可是农民的，她说的，把这菜给，把那个树上的海带鱼，把那个冬虫夏草，拿住它爬不死的，她说的，它不会死的，干的海带，你那是太油的了，滚海带，上面我俺们街上那个大爷在那个大爷在死的了，那地方的我都不会嘛，蛮不错的。所以他说我们原住民就是有一个文化，他说如果说你梦到像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实现吗？这个梦就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那个时候，那诺啊，伊诺我都不要，他说给你给你给他你马上过。他说，他告诉我说，你们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就是一个老太太、老婆婆，她非常非常的可怜，你们竟然都不知道。Umun makulah ini mesti pakai sama tu ini yang tiada semua dengan umun makau pakai aku ramal aku yakin kasar nakis aku wah cik ayah aku yakin kasar ayah saya kena dia dibuinya muncul tu dia tu mungkin tu. Ah, 这个他说这个老太太就是因为就是住在山下的那个老太太已经年龄大概八十。祷告。我的菜现在看他的祷告事项。在一，
嗯，好可爱。哦，他的那个缩在口袋里了。长大了，不要打，会掉。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这个地方欢喜快乐，敬畏与敬拜。阿门。何等的美，何等的阿门。我们献上感恩，说我们为这个教会献上感恩。阿门。我们为爸爸他们在这边献上感恩。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主啊，印花他们全家在这个地方的摆上。是的，主啊，谢谢主。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赞美主。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与我们同住。阿门。让我们明天在见面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欢喜快乐。谢谢主。来见你的面，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敬畏你，都能够来侍奉你。阿门。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事业，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连教会的弟兄姐妹，请留步，有两件事情报告，就是我们刚刚只有这边其他一起啊，交到德胜福的篮子里面，会带回台北继续为大家祷告啊。想要的祷告事项，你们的飞机请记得投入篮子里面啊，我们会为你继续祷告。开机，开机。他一直都是双眼都是模糊的，因为他有糖尿病，会引起到他的那个眼睛。刚就在那边释放医治的时候，神大大的恩膏在那。感谢主，感谢主呀。赞美主，赞美主，太棒了！感谢主。他说本来很多很多的见证，他说因为时间的关系，一切归荣耀于神了。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口贵啊，烤 barbecue 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请回家的弟兄为你祷告了，你要赶鬼的请红吧。OK， 要医治的几型微商 ，OK， 我们可以分两行去排队挂，好不好？可是弟兄教会有这样的恩赐，我们好用。你不管是什么病痛的，都可以请微商为你来祷告。阿门。对呀。哈利路亚。那个明天早上啊，我们7点晨更啊，这是明天早上晨祷啊，在今天等一下我们要 barbecue 的同一个地点啊。应该不会下雨啊！明天早上第一站，七点钟带你们是阵非常愉快的时光啊，在那美丽的山光水色当中，我们一起亲近上帝。所以记得每天早上7点我们晨祷啊。还有呢，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欢乐的时光 ，barbecue 啊，不是晨祷这边，晨祷不是在餐厅下面的那个地方。孩子家庭真真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拢来吃，拢来吃麻，拢吃麻鸡，认真啊！我爸啦，无法度啦，来吃麻鸡，认真啊！我们中午吃饱，大家来吃麻鸡，很气。对，而且这是合一家，还有一心教会，合在一起叫做合心教会麻鸡哦。如此的咯，如此一家别问号，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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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一盒麻糬，好吃的不得了，哇！来吃一盒麻糬，一家伙，鸡麻糬，一家伙，真真好，来吃一盒。麻糬，有的麻糬，对，有又有小的麻糬，我一直在吃，真真好，来吃一盒，有的麻糬，真真好，一家伙，来吃一盒，有麻糬，真家伙。要白糖啊，要白糖花生，爱心祷告祝福，嘿，什么都有，爱心祝福祷告，来吃一盒有麻糬，一盒麻糬，记得是一
集就是一心教会还有合一教会共同来制造出来的这个，就是这一口，你看真的太好吃了，我都快讲不出来了。共合出来的，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在外面绝对是吃不到的。一盒麻吉，来来来来来，一盒团。哦，这是一盒团，你看到没有？我们中午是讲一盒团，有意思哦。这叫几团？第二关。刚刚是倒出来的呢，这是第二关。哎，看到没有？这个要怎么把它给切开呢？然后是用刀子哦，只要用线，而且呢，这个线呢是尼龙做成的线。嗯，那就是有经验的人讲，你知吼？嗯。哈喽，我们要跳舞啦，原住民舞蹈。哎，快点！哦哦哦，快点嘞！阿姑来带队，要硬，暖身，吃饱了。阿姑来，阿姑来带跳啊！阿姑，你们的原住民的是怎么样？来，我们来，让我们来大开眼界一下。舅妈，舅妈，原住民舞蹈怎么跳？原住民舞蹈怎么跳？原住民舞蹈。摄影师只好自己跳，倒圈圈就好，绕圈圈就好，一起来，倒一下，赶快来跳。